明月，千里婵娟，千山万水，我们血脉相连，我们心心相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在共和国75周年之际，在中澳建交52周年之际，我们华侨华人是友谊的桥梁，是和平的使者。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尊敬的叶嘉松主席，尊敬的林小青参赞，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2024，澳大利亚中国大学校友会联盟庆中秋迎国庆文艺汇演现在开始。首先有请叶嘉松主席致辞，请大家欢迎。有请。尊敬的各位校友，尊敬的林小青参赞，尊敬的马雅芳女士，尊敬的大学联盟前主席们，尊敬的各位来宾和校友家属，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各位百忙中拨冗前来参加今天澳大利亚中国大学联盟校友会联盟举办的2024迎中秋庆国庆文艺会。请允许代表我们本届的大学联盟执行团队对各位的来到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些嘉宾与我们共度佳节，共庆愉快的时光。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教育处参赞林小青女士，领事马雅芳女士，大学联盟创会主席，清华大学的丁兆章教授，上还没到，他行动不大方便，可能还在路上。第三届主席，北京大学的李飞飞女士也没到，因为他们今天有那个校友会活动，所以可能会晚点到。第五届主席，大学联盟主席，中国科技大学的龚启宏先生。主席，华东师范大学的严毅先生。第七届主席，交通大学的金毅先生。第十届主席，东南大学的徐毅先生，好像还没到。刚到。第十一届主席，江苏大学的刘建胜先生，先生在后面坐。今天还有两位特殊的嘉宾，是远道而来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张立强主任和刘杰科长，我们对他们的来到表示热烈欢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源于嫦娥奔月美丽传是神话的中秋佳节，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的传统节日。合家团圆是中秋节的主要的精神内涵。每逢佳节倍思亲，举头见明月，低头思故乡，是中华民族的特有的情怀。作为我们海外游子，无论走到哪里，月是故乡月。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周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那么一瞬间，但是勤劳的中国人民，这却创造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把一个满目疮痍、极衰沉寂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名的东方强国，把嫦娥奔月的神话变成了嫦娥登月的现实。每一个中国人如果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自豪感满，因此，当我们团队提出举办文艺汇演来庆祝双节，立刻得到了各校友会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各校友会从节目筛选、资金及筹集、人员安排的各方面群策群力，倾力相助。
共20个校友为我们这次活动集资了8000多元。悉尼总领馆正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我们每一个参加活动的校友准备了2个月饼，寓意团团圆圆，诸事顺遂，寄托了祖国对我们海外游子的关爱。为此，我们向各校友和悉尼总领馆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们还要感谢我们这次活动的赞助商，他们是这次我们在这个演播厅的那个业主是 PIA 房地产投资者联盟、瑞士金家腕表、金沙大酒店、All Grants、Lonely Rose 那个护肤品、天鹅庄酒业集团、Print One， 我们那个做的那个广告那个这个屏幕，还有外面那个大屏幕都是他们帮我们印制，还有我们今天精美的那个金木炭都是他们帮我们印制，什么赞助的、奥运集团，还有林家的巧克力公司，我们许多志愿者拿到了巧克力，我们中午吃午饭的时候都尝到了他们的巧克力，对吧？他们为我们这次活动提供了资金和各种丰富多彩的奖品，为我们助兴，再次感谢。我们更要向前来参加这次活动各校友会的校友表示由衷的感谢。各校友会的演员们经过长数个月的准备，将为我们献上一台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还有的校友是特种兵从外地赶过来参加演出，令人感动。各校友会报名人数远超我们的预期，现在我们到了400多人，我们原来设想大概300人左右差不多，但现在这次达到400多人，几乎达到了场地的极限。我们由衷地希望大家能够高高兴地度过一个愉快祥和的下午，预祝演出圆满成功，谢谢大家。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林小青参赞，这次请大家欢迎。尊敬的13届澳大利亚中国校友会联盟主席叶家宗先生，尊敬的各位联盟创会元老，亲爱的各位校友、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值此国庆佳节和中秋节双节将至时刻，请允许我代表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向各位来宾的到来祝以向各位嘉宾祝以双节的快乐，致以佳节的问候。澳大利亚中国校友会联盟成立13年以来，一直跟领馆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我们一起经历过中澳关系的起伏，我们有过攻克时艰的疫情期间，现在我们又共同在经历波折后的两国关系重新走回正确的发展轨道。今年也是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互利共赢是双方关系的一个主旋律。今年李强总理来应邀访问澳大利亚时，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时提到，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宝贵经验，值得坚持和弘扬。其实国与国之间如此，组织和机构之间、人与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呢？两国关系好是双方民众的共同期盼，也是人民的共同心愿。各位校友久居海外，我想一直也会心系着祖国的发展，而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是世界上为世瞩目的。经济持续高速快速发展，国家长治久安，其实这是对人民来说是最大的福祉。7月1号开始，中国单方面向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实施了这个商务探亲和旅游的15天免签政策，其实这是中国政府释放的友好信号，也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包容和担当。相信大家是很多人是其中的受益者。我们很高兴有幸见证了中国的
这些年的发展，我们也很高兴，也见证了，一起见证了澳大利亚中国大学校友会的壮大和发展。我们看到了校友会的凝聚力明显增强，也看到了我们的校友会跟自己的母校的联系也日益增强。疫情之后呢，很多高校来访问澳大利亚的频次明显增加，我们的校友会也都付出了很多的支持和努力。我希望我们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包括快乐、健康以及我们的校友会这个大家庭。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共创美好的明天，继续发扬大学联盟的传统友好传统，把凝聚力增强，把这个继续下去。我们总领馆呢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和服务各个校友会和大学联盟，希望能一起为中澳友好关系做出新的贡献。谢谢大家。感谢林灿烂的发言。下面有请 PIA 的 Lucy 致辞，请大家欢迎。亲爱的尊贵的嘉宾，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PIA 这个场地。我非常荣幸能为大家提供这个服务。同时感谢我的老板 PIA 的 Justin 汪总能给我们这次活动的无偿赞助，也感谢就是我们这个大学联盟叶主席带领的这个义工团队的无私的奉献。所以呢，我觉得每一次活动都有很多很多幕后的英雄在就是无偿的奉献当中，我也向他们致敬。那今天呢，见到了很多的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但是呢，每次我觉得大家来 PIA， 其实好多人还不知道 PIA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这是做什么的。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PIA， 还包括我们这个 Prosma。那 PIA 是一个在悉尼最大的一个华人地产公司，我们管理7000多套物业。那我们的任务呢，因为我在这边是一个销售经理，那我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大家来进行房地产的投资。如果以后大家在房地产的投资呀，还有这个贷款的贷款方面，还有出租管理方面需要我的帮助的话，可以就是尽管随时联系我。那我也觉得我们海外今天真是群英荟萃，我觉得所有的精英都集中到这里。我觉得怎么说呢，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华人在海外的日子也越来越过得越来越好。在这个中秋这个国庆之际呢，我觉得每逢佳节倍思亲，但是我觉得今天呢好像没有特别想念国内的亲人，反而看见大家都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日子。所以在这里呢祝愿我们这次活动呢圆满成功，也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谢谢。感谢 Lucy 的发言。我记得在我还是留学生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Justin 还有 PIA，他们一路走来帮助了我们许多年轻人和许多的华人家庭，再次感谢他们提供的这个场地给我们。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武汉大学校友会周建先生，他代表赞助商积家腕表发言，请大家欢迎。太壮胆。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首先表示抱歉，积家的大客户经理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前来出席今天的活动，因此他委托我来预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相信今天的到场的朋友，很多朋友都看过漫威的超级英雄电影，其中的奇异博士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在他的电影里面有一款非常特别的腕表，
受到全球观众的欢迎，那就是他所佩戴的积家的大师超薄万年历手表。积家作为全球最古老的瑞士高级钟表制造品牌，创立至今有近200年的历史。他们拥有精湛的高级制表工艺，优雅的法式风格设计，再加上各种古老珍稀工艺的加持，使得积家手表在奢侈腕表里面脱颖而出，广受欢迎。不管在欧洲还在中国，积家腕表大家都说是低调奢华。积家品牌的中文名字有积善成家之，这与我们今天的活动主题之一庆中秋合家团圆不谋而合。包括今天我们出席活动的很多的嘉宾，他们手上都佩戴着或者家里收藏了我们积家的腕表。瑞士积家腕表在前2年赞助过我们大学联盟的大家庭日活动，这次也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再次赞助这次庆双节的文艺汇演。积家也期待着和大学校友会联盟共同努力，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最后，积家也借此机会预祝在座的各位朋友中秋快乐，合家团圆，幸福美满，谢谢。那年百舸争流，我们来到了学校。那年白衣飘飘，我们承诺到老。那年远渡重洋，我们正努力年少。而今民族复兴，我们心中多骄傲。我们已经看到站在我们旁边的一袭红云，他们是中山大学的同学们，已经准备好了。百年中大，山高水长。今年是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中山大学同学们为大家献上中山校友之歌《山高水长》和同一首歌。指挥贾丽娃，钢琴艺术指导林淑婷，请大家欢迎。
Thank you.
电影音乐国宝级大师璎珞曾经写过一首名曲《在梦幻中》，莎拉布莱曼曾经首唱了这首名曲。现在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茱莉亚和凯莉为我们奉献这首名曲《在梦幻中》，有请。